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今天要介绍 Element Dip 的插件，把你画的图做出 GIF 动画档。作者在官网推荐几个模型效果，把插件安装 SD， 看到 code 点复制网址，选择扩充功能，扩充功能从网址安装，然后我们贴上我们就点安装，安装完就可以重新启动。纹身图往下拉就可以插进 Element Div， 从网址安装有可能模型下载失败，我们可以从官网下载它模型，它有几个下载模型方法。我选择 Google Drive， 模型下载完之后，在 Extensions Element Div 资料夹 Models 两个模型贴上去，打开 Enable FPS 为8种，帧数为16，2秒动画。我们看到这是显示它的循环数。低显存可以使用这个功能，这功能可以卸载模型，避免占用内存。我觉得在 SD 做图效果不好，而且这个插件存在很多 bug， 有时候无法生成 GIF 档，所以我要用 Colab 生成示范。当然大家可以测试就知道了。我们打开作者的 Colab， 可以复制到你的云端，点连线，选择你的版本，第三个版本是最新，我选第三个版本，选择网点执行。第二个是下载你的 model， 可以选择你要 model。 第一个是从 C 站下载模型，滑鼠移到 download， 右键复制网址，给它贴上去，贴上去它会出现它的版本编号，也可以从 C 站选择 Lava， 我们直接点执行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直接点就可以了，大模型就会出现。第四个默认一样执行。我们看到第五个，我可以设定一个名字，选择模型版本 1.5， Lola 权重我没用，所以默认。填上你的整正反向提示词，第一个是取样步骤，默认就可以了。512×512， 512×768 内存容易爆。看到 Video Duration， Video Length 帧数16，2秒动画。我们第五项直接执行，我们已经生成了一个 GIF 动画，效果还是不错的哦。点右键可以存图片，我们也可以用成 MP4 档，它需要档案路径。点 Element Div， 再点 Samples，找到你命名档案，打开这边有个 sample， 点开来有个 bus 档案，我们复制它的路径，我们把它贴上去，直接按执行生成，大概3秒时间就生成 MP4 档了。右下角可以下载，就变成 MP4 影片档了。今天分享 GIF 的动画制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喽。